是什么让你停住了脚步？玉华。玉华。玉华啊。你看看看到吗？你小心点啊，这水跳得好口水。我想坐着把脚耷拉下去，但地太湿了，完成不了这种浪漫的想法，完成不了这么多的想法。真美啊，这个地方太美了，就很想去上去把它晃一下来。那个枯叶，哇，这个好看，你看它很有食欲的红，是吧？这是那个天井，是海枯叶。大自然的节奏是最美的，你看参差不齐的落在那。这是个表达悲伤的树，哭了。跟爱情一样，都是需要养分的。树给了大地养分，大地也同时给了树养分。对，都得相互的嘛，哪能单方面的？单方面这个营养循环不起来就没有营养。木头的那个清香，别人出来遛弯都是赏，你是用闻。打开所有的感官，融入到大自然当中。你坐着等公汽车了。你看不同的高度，跨语言的魅力，从一个坡到一个小山丘，到一个岭，到一个山，然后到最后高原，到风，什么风？蜜蜂。真的是美得有点犯规。Tomorrow， 大自然对我们的特别大的，这边是吧？嗯，随便走吧，有缘再说吧。是啥意思？没事，我在桂花树下喝桂花拿铁，然后吃这个百香果的布丁。来，一起喝一杯吧。哇，这个茶体。趁热吃。嗯，豆腐好好吃，太鲜了。这是什么菜？芝麻块吧。这黑色的是什么？碗呢？